鹿晗、关晓彤吻戏。关晓彤见到鹿晗，不禁要亲自尝试吻戏，心疼热巴。鹿晗迪丽热巴的 CP 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，现在鹿晗和迪丽热巴都开始自己的工作了，但是现在只要提到俩人都会联想到一个人。最近迪丽热巴正在忙着宣传和张彬彬的新戏，鹿晗也是没有闲着，而是和关晓彤拍摄甜蜜暴击，而且鹿晗和关晓彤的吻戏也上线了，网友表示心疼热巴。一起来看看鹿晗关晓彤吻戏的相关情况。关晓彤因为经常被饰演别人的女儿，被称为国民闺女，而且关晓彤的家教也是非常严格。据悉关晓彤在18岁之前是不能有吻戏的，之前的吻戏都是由替身来完成，其实作为替身也是蛮幸福的，可以和明星接吻。但是现在关晓彤已经20岁了，所以这一次和鹿晗的吻戏就是亲自上阵完成的。看来鹿晗的魅力也是很大嘛，但是鹿晗的荧幕初吻已经给了古力娜扎了，不知道现实中的初吻会给谁。鹿晗及热巴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一起，但是很多网友还是站鹿晗和迪丽热巴的陆地夫妻的。鹿晗和关晓彤的吻戏曝光之后，鹿晗迪丽热巴粉又不服了，但迪丽热巴跟张彬彬也是出现了很多亲密戏份，所以身为演员很不容易。还记得在节目当中鹿晗吃醋地问热巴荧屏初吻给了谁，现在应该是迪丽热巴来问鹿晗荧幕初吻给了谁吧。而接下来这部甜蜜暴击当中，有人拍到他和关晓彤拍深吻的戏了，有人说是舌吻，网友们纷纷表示陆地夫妇很伤心，为什么不是热巴？父母因为年纪不允许关晓彤参与吻戏，如今关晓彤已经20岁了，这次也大胆了，不拒绝吻戏，看来鹿晗的魅力很高啊。